佢呢幅相咧就係、是有我份喺度。佢一生佢都對自己嘅自律啊，佢真係全身都係擺咗喺教育嗰度。當時的環境不是真的那麼好，可能這裡屋牆都有一點漏。我記得呢，我們那時走幾步才是是是入咯，入了起碼四五級樓梯，然後就再轉彎。